请问熊猫的消化能力怎么样？从分类学上来说的话，大熊猫属于肉食动物。那经过常年的一个进化的话，它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吃竹子。那大熊猫仍然保留了肉食动物消化道的特点，比如说它们只有一个胃单胃，它们的消化道特别短，所以食物在它们的肠道内的话只能停留几个小时便会排出来，它们只能消化吸收食物的大概20%不到，20%左右。那所以排出来的便便的话，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里面还有没有完全被消化的竹叶或者竹杆。